想要化妆大改造，上妆前的面部保养可不能少，肌肤要充满水分，肤质才会好，这样上妆才会更容易。现在要来上粉底了，当然要全部涂满。接下来是最神奇的部分，眉毛当然要浓密一点，别忘了要关注一下鼻子这边。哦，混合的效果很好呢，看起来不错吧？来个美丽的睫毛，加点颜色让它们更突出，嘴唇也是一样，上点胭脂感觉会完全不一样，多么美的一张脸啊！加上一点装饰，完美的改造就完成喽。这个游戏很无聊哎，我想玩其他好玩的东西。今天这附近有人吗？哦，你看那蝴蝶。嘿，等等我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别动哦！哼，讨厌了。哦，哇，看看这小家伙。哦，不，回来啊！哈，终于抓到你了，你没事吧？不，连蝴蝶都不肯跟我玩。深呼吸，亲爱的。蝴蝶。蝴蝶有自己的生命，亲爱的。我有办法了，来吧。哇，这一点很棒。我准备好了。你也能来个大蜕变，就像蝴蝶一样。当然这得靠化妆来完成了。底妆化好是其中一个关键。看起来不错哦。许个愿吧。用眉毛画出翅膀的上半部，然后下半部则画在脸颊上。好了，另外一边也一样哦。然后在眼角做结尾。现在要把眉毛藏起来，上点颜色就可以了。这个橘色很不错吧？别忘了眼皮哦。然后把翅膀剩余的部分涂上颜色，漂亮。接着是下半部，来换个颜色吧，橘色和黄色最配了，效果很好哦。然后混合一下，使颜色融合在一起，赞哦！加上这些颜色，果然不一样。看它们混合的多好啊！来画外框喽，这会让颜色更突出。快好了哦，要慢慢画，线条才会整齐，而且眼睛周围要小心。然后在眉毛上面画一条线，画成这样的图案，最后的成果一定很棒的。下半部呢，也要画些图案，不过和上面有些不同，小心哦，里面也要画几条，握笔的方式很重要。最后把角落位置稍微拉长一点，两边都要哦，记得吧。现在画眼线，不过不用太粗，接着在眼皮上涂上亮粉，因为为什么不呢？不过翅膀还没有完成哦，这些线条会让翅膀看起来更逼真，就像真的蝴蝶翅膀一样。线条不必画得太完美，这样看起来才真实。然后加上可爱的白点，用小刷子就可以了。上面也要哦。画好以后要贴上浓密美丽的睫毛，然后眼妆是橘色调的，嘴唇也要来搭配一下。嘿，额头还有空位哦，继续我们的魔法吧。不如脖子上也来一点，好漂亮哦，虽然简单，却让整体效果更棒了。看看这些点点，它们就像小蝴蝶一样哎，用什么颜色都可以。最后在肩膀上也来一点来做结尾。哇，真是大蜕变哎，简直可以飞了！
这些细节真是太令人惊艳了。嘿，现在我快和你一样漂亮了哦。你喜欢现在的我吗？哦，好，待会见了。回来啊！可恶，那是一只大蝴蝶。嗯，我的头发。我搞错了。能在星期六下午悠哉地坐着画画最棒了。这次我们选了很美的颜色哦，这粉色、蓝色和紫色超配的。可是该加些什么呢？你的笔小心点啦。啊，抱歉。等等，我知道了。你的画笔啦！糟糕，是我不好。等等。算了，这颜料最好洗得掉。哦，真是不小心的嘛。等一下哦，我有个超棒的主意了。来吧，带我去外太空吧。就从化妆开始吧。第一步是眉毛，现在可以画些形状咯，一些来自星系的形状。刚开始会看起来超搞笑的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嘿，要先上底色嘛，这样待会上的颜色才会更漂亮。小的也要哦。底妆上好了就可以开始上色咯。哇哦，好酷哦。为了有阴影效果，外圈要先上点黑色，然后混点一些蓝色的色调，接着来点紫红色。关键是要彻底混合好所有颜色，不管用多少颜色都一样。然后外框用白色，确保白色线条够粗，看起来很棒哦。完成以后，在周围的空间涂上一层白色。涂好了以后，从这边开始涂蓝色，记得这个部分要闭上眼睛。还可以加点紫色哦。哦，看看那个青绿色，这会把眼睛完全凸显出来。还要来点荧光色，嘴唇当然也别忘了。记得这个小家伙吗？他也要来点阴影。黑色与白色本来就是好朋友，这边这颗星球也一样。哦，看看那紫色，最后加上一点白色。嘴唇好了，下巴中间要用黄色。哇哦，这紫红色真美哎！担心会有颜色不配吗？只要好好混合，所有颜色都会超配的。最后就可以来加点细节了，用白色画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尽量发挥你的想象力哦。也可以加些其他颜色，外太空越多越好嘛，毕竟你有整个星系可以画。你以为我们忘了画脖子吗？用彩妆蛋涂上颜色，这样也比较容易混合。好了，你觉得如何？换一顶假发，有够惊艳的吧？真的很漂亮，对吧？好像没有离开地球就到外太空旅行一样哎。哦，哇哦，太开心了。我们该继续吗？好啊，下一张画我要 Amy。 真对不起。你想的和我想的一样吗？这真的能拼吗？如果用力一点可能可以。这件可以吗？不行。那这件呢？更难看吗？好，或许这个。我是疯了吗？那这个呢？啊，什么啦？没救了啦。啊，我的拼图差点害我受伤呢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有了。来拼拼图吧。先把画布准备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先从眼皮开始。如果你认为我们会低调，那你就大错特错咯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会用超鲜艳的颜色哦。眼角要用黄色的，别忘了好好混合。很好，接着用荧光粉色涂在上面，与其他的颜色很搭吧。
记得要全部混合均匀哦。你甚至可以在眉毛上画一点，然后在眼窝涂上白色的眼料，没错，横跨整个眼皮。然后在下面的睫毛边涂上青绿色，记得要好好混合均匀，而且不要弄到眼睛。哦，看这美丽的微光。接着用黑色画眼线，别忘了小翅膀，这个部分比较难，可以慢慢来。看起来是不是很生动啊？更赞的还在后面呢，还记得刚刚那些拼图吗？看来你的脸上也会有一些哦。继续涂满整个额头，你真幸运，这一切会看起来超完美的。耐心点，成果会很赞的。接着到鼻子部位，然后是脸的另外一边，记得别漏了下巴。好极了，哈，哦，啊，就，哼，还好，哈，嗯，这个不行了。这次呢，感谢老天爷，把没有拼图的地方涂满，记得不要涂进线条里面，要非常小心才行，但千万别涂过界才行。上面就简单多了，脖子上也很多空位，画粗线条真是疗愈。接着是另外一边，别忘了下面这边，这边要用又短又粗的线条。别担心，我们快要完成了，要涂的地方还真不少哎。美妆蛋出场帮忙吧。然后要加些阴影，只要加在边边就好。然后用一体眼线笔画出一块块的拼图，这部分要很有耐心，别忘了画出全部的拼图哦，毕竟少了一块就不好了。温馨提醒，画这些线条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痒，不过千万别乱动，一定要坐稳不准动哦。没错，我们快好了，别动哦。这些线条超重要的，每一条都要画好，确保你事先准备足够的颜料，我们有很多地方要涂，还有几条就好了。然后在拼图上加些白色，这样会看得比较清楚。接着把嘴唇涂上粉色，画上唇线，然后涂满，粉色对比看起来真棒。最后是什么呢？睫毛当然可以画龙点睛，看起来美呆了，加上一件亮晶晶的衣服就完成了。哇哦，太厉害了，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呢，妈妈！谢谢。我也有。什么？哎呦！哦，真厉害哦，亲爱的。骗不住呢。是否等不及试试看这些妆容啊？记得告诉我们结果如何，别忘了加上自己的创意哦。看过这些影片吗？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好玩的影片哦。